赶快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，认识一下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陈叶姿，今年55岁。简单的说，我是一名钢琴老师。55啊！天哪，太不可思议了，看不出来，非常的优雅。您是哪里人？我来自上海。你刚才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对。那给我们做个复杂的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其实我之前当过4年检察官，4年区长秘书。哇！然后后面开了琴行，当了钢琴老师，读过 UBI 同济大学的博士，然后还学过心理咨询师。哦，还闯过门上了。您是一开始当检察官的时候就有弹钢琴的业余爱好吗？没有。那后来什么时候学的弹钢琴呢？32岁开始学钢琴，然后42岁的时候我考出了钢琴10级。就是一年一级是吗？一年一级，对。您这不仅仅是跨界改行这么简单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都是因为我的儿子。因为我儿子呢，一个是智障，一个是强迫症，他需要24小时有人陪护。